AirPods Pro 在如此小小的体积之内呢，承载了如此多的功能，苹果的技术储备啊，真的是非常雄厚。但是分体式的特性也带来便捷的同时呢，也让人少了一些安全感。哪怕是临时需要摘下来啊，也必须要赶紧找到盒子，否则呢，不小心弄丢一个，705块大洋，一分不能少。正好啊，索尼推出了挂颈式的降噪圈 WI-1000XM2， 这样一个不怕丢的降噪耳机表现如何呢？和上一代降噪圈相比啊，二代支持蓝牙 5.0， 接口呢升级到了 Type-C， 加了一个 3.5 毫米接口，线控是真正放到了线上，更好操作。去掉了 AP-X， 但是保留了 LDAC， 降噪芯片呢升级为大耳的 QN1。最大的变化就是产品形态，从刚直不阿的硬圈改为了百依百顺的硅胶软圈，不但佩戴起来啊少了很多束缚感，更关键的呢就是下馆子吃火锅的时候啊，终于不用再挂在腿上了，而是可以折起来揣到兜里。虽然随机附赠的这个收纳包大到可以装下三个 AirPods Pro 啊，但是相比前代，这也是可收纳与不可收纳的区别，所以该表扬还是表扬。因为仍然是传统的入耳式设计，它没有耳压调节孔，长时间的佩戴起来，舒适度和听诊效应表现呢是不如 AirPods Pro 的。相对来说，海绵塞的舒适度呢是要好于胶塞的，但是比较容易滑出来。一般来说啊，海绵塞呢要用稍微小一号的，比如说你用 M 号的胶塞呢，就要换成 S 号的海绵塞。挂颈式比真无线使用起来安全很多啊，说话的时候呢摘下来表示礼貌。脱大衣帽子的时候也不用担心碰掉了，甚至有时候突然紧张啊，耳机是不是丢在什么地方了，然后才想起来，哎，原来安静的挂在你的脖子上。材质在变软的之后呢，脖子上的舒适度比一代和 Q430 要好了很多，续航更是长达10个小时，完整使用一天不成问题。但是也有一些尴尬，就是比如说这个冬天穿大衣，那项圈是塞在里面也不是啊，塞在外面也不是，跑步的时候呢会一颠一颠的，另外啊它也不支持防水，所以尽量避免在运动的时候使用。另外呢因为降噪的这个缘故啊，所以项圈上这两个疙瘩也确实比其他非降噪耳机要大很多。降噪耳机最重要的肯定还是音质和降噪。那么首先呢，二代降噪圈的硬件配置非常豪华，单元呢是一动圈一动铁的组合，支持 LDAC， 支持 3.5 毫米的有线输入，也可以在 APP 中调节 EQ、啊、不过需要注意的呢是 LDAC 模式下呢是不支持 EQ 调节的，只有 AAC 或者是 SBC 模式下可以。从频响曲线上来看啊，相比 AirPods Pro， 二代降噪圈的低频和人声部分呢比较多， 8K 附近的凹陷有助于减少齿音， 15K 的凹陷， 18K 的凸起，对高频敏感的人啊可以听到这个超高频的延展。和三代的降噪豆对比啊，可以看出风格上的相似。那降噪豆呢，主要在高频部分，甚至是更加强调，这也跟实际听感呢是相符合的。有两点啊值得说一下。第一呢，就是海绵塞会影响耳机的声音风格， 8K 稍微增加，10到 16K 有所衰减，那高频的细腻度呢会稍差。如果以哈曼作为曲线参考啊，海绵塞的声音风格非常贴近哈曼，仅在超高频部分有凸起，这对于负责解析力的高频泛音来说是有所帮助的。第二就是开关降噪和环境声模式呢，并不会影响声音风格，但是开关机会影响。关机之后，你使用 3.5 毫米进行连接，整体的音量会下降。音量补偿之后啊，可以发现人声频率衰减，低频和中低频却有明显的增多，表现在听感上就是声音会发闷。海绵塞和胶塞除了音质，在降噪上的表现呢也有所不同。水平线是不带耳机裸耳听到的噪声，在二代降噪圈不开降噪，纯比拼物理隔音的被动降噪的时候，可以听到啊，海绵塞明显比胶塞过滤掉了更多的高频噪声，但是在开启降噪之后，耳机神奇的把高频给补了回来。这个操作啊，就导致胶塞和海绵塞最终的降噪水平呢相当了。这应该是降噪算法对超过 1K 的高频进行反噪音，结果呢相位错位导致的。在和 AirPods Pro 对比的时候啊，二代的降噪圈低频部分整体降噪幅度较差，中频的人声部分呢可以消掉更多。那由于刚才的这个补回操作啊，在超高频部分呢要高出 AirPods Pro 一大截。也许降噪圈二可以用通过升级固件的这方式啊，将主动降噪的作用范围限制在 1K 以下，这样呢高频更多去依赖被动降噪，这样就可以实现整体的更好的降噪效果。
因为二代降噪圈的内外反馈麦克风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所以它抗风能力呢也比较一般。此外啊，对于所有降噪耳机都一样，它并不适合呢在穿帽衫的时候使用。摩擦帽子的声音被降噪的电路放大之后，能让你痛不欲生。和自家的降噪豆对比啊，降噪圈的超低频抑制会更好，说明呢升级降噪芯片还是有效果的。音频部分呢，索尼有一个小卖点啊，就是他家最近上线了360 Reality Audio， 这是一个和杜比全景声类似的基于对象的音频编码格式。也就是说啊，这个编码格式的音乐呢可以不受声道的限制，在任意数量的音箱组合上播放环绕声，当然了也包括耳机啊。目前呢这个格式的音乐可以在索尼精选的 APP 上找到一部分，大家如果想尝试一下的话啊，我推荐呢可以使用 Tidal 这个音乐服务，那上面同时提供了杜比全景声和索尼360的音乐内容。在宣传中官方呢提到啊，它跟杜比全景声的不同区别地方啊，主要在于第一啊，就是索尼360是可以根据耳朵的照片进行优化 HRTF 的，而杜比不给这个选项。理论上这是科学的，因为每个人的耳廓呢都长得不一样，对方位的判断呢也存在微小的差别。第二呢，杜比全景声的音乐啊要求设备支持 Atmos 解码和 HRTF 渲染，所以目前呢只支持三星的 S10 加、索尼的 Xperia 1、 OPPO Reno Ace 等少部分的机型，不支持 iPhone。 那索尼的360并没有任何设备方面的限制，什么手机都可以用。第三啊，因为歌曲呢它需要一个 remaster 的过程才能编码成这两种格式，所以呢什么歌支持什么歌不支持啊，要靠索尼和杜比一家一家去谈。那至少从目前 Tidal 上来看啊，索尼360格式的歌曲更多，但是更多集中在六七十年代的老唱片上。那最新的呢还是2003年小甜甜布莱尼的 In the Zone。杜比全景声的音乐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歌曲啊都很新，甚至包括今年的打榜金曲。但是用二代降噪圈这样的入耳式耳机来听的话，在实际听感上呢会感觉到音乐人和乐器跟你处在同一个屋子里边，声场呢其实反而不如传统编码的来的大。个人感觉啊，这类基于对象编码的方式呢可能更多的是为了方便多声道的音响组件，用耳机来听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那关于这两种格式的更详细的对比分析和试听，可以在 Apple 科技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全景声来获得更详细的内容。总结 WI-1000XM2 的新材质呢很好的解决了与肌肤接触的舒适性和收纳的问题。那新规格呢和降噪方面的升级让它成为一代合格的替代品。挂颈式这种形态啊决定了它摘戴会更加的方便，适合出于各种原因它不满意 AirPods Pro 的音质啊、续航啊，或者觉得它很容易丢失的用户。但相应的呢你也得忍受负优化这个降噪稍微难受一点的入耳式这种佩戴感，以及啊缺少很多相应的智能功能。说实话2499这个价格还是略贵了一点，不着急的用户呢可以等一等渠道的发力。感谢大家的苹果产品每次回收都优先想到 iPhone 二手。其实发展到现在呢我们已经覆盖了各类安卓平板、笔记本、智能穿戴乃至耳机。这次活动就是耳机回收满300+30，以及全品类满600+50，扫描二维码即可领取，希望大家有别的产品也能优先想到我们。上次双十二促销我们页面说明的不好，客服差，同事呢也进行了反思。对于活动期间秒杀产品不满意的用户均可以选择退款。为改进产品服务，本期我们推出了粉丝专属体验包， iPhone、 小米、魅族等型号的 PP 手机壳只需要9.9元，淘宝扫描二维码即可以购买。体验包收到以后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意见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或反馈，也可以直接物流退货。此外所有12月份淘宝下过单的用户，我们在后台都推送了20元无门槛的优惠券，可以叠加体验包，三个 PP 盒这样只需要9.7元。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会不断努力。好了，这就是我对这个耳机的体验分享。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麻烦点赞、投币和分享。我们下期再见。